倩倩，听说今天你带了你的新 CP 和大家见面哦。对啊，他很温柔，也很贴心的呵护我。最重要的是，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都会特别的有安全感。噔噔，就是他 ，Temple 德宝洁面绵柔巾。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我的护肤心得，但其实我觉得最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好洁面工作。其实每次拍戏出门的时候带毛巾都特别的不方便，所以呢，我出门拍戏都会带上德宝洁面绵柔巾。你看，它呢是100%纯棉的，摸上去特别的柔软舒服。而且也不会有掉絮的情况啊。哦，对了，看，还有小羽毛印花在上面呢，是不是很好看？而且啊，像它喷湿了以后，也不会有那种破损变形的情况。就像小毛巾一样，会特别特别好的呵护肌肤，特别的舒服。像出门在外用德宝洁面的话，就会有一种特别放心。被贴心的感觉，德宝在身边就会让你每天都有精致的生活体验。还有这样的小包装，随身携带特别的方便。我最喜欢的洁面 CP 是德宝洁面绵柔巾，那你的洁面 CP 是什么呢？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？其实没有哦。除了我的新宠 Temple 德宝洁面绵柔巾之外呢，我还和 Temple 共同设计了一款小礼盒，里面有更多的小秘密哦！赶快上天猫搜索 Temple 德宝旗舰店，我在那里为你揭秘。